2021年11月15日，半夜啊点34分，更新夜静是录音上好的时段。为着要做台语的母音输出软体，我从1998年开始录音，录到2021年，大部分录音的工作已经拢完成，我拢总录10几万字的台语的语词。阁有一挂台语的基本的单音，迄是为着要做母音辨识所录的。拢总加起来，我看超过20万字。因为无录音室的设备，所以录好的语词爱阁经过修正，去除杂音甲纯音。录音的时间就拖真长，声音嘛有真大的变化。伫公元2001年，我的语音输出系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登记著作权，2010年以前就差不多拢完成了。最近这十天开始互阮后生来去做啊，大部分拢用伫咧改善台语的变调，比如讲规则的处理，互变调的正确率对80几%提高啊，到上少95%以上。日本的作家田村实之的。在十几年前想要介绍我的台语的软体，伊要写出的进程，就直直问我讲，到底什么时阵你开始有这种想法？什么时阵开始写这个软体？在当时其实我们啊无讲有足正确的答案。要做台语语音输出的软体，即马甲想起来，应该是伫我1991年去美国读册的时阵。有一间上课咧介绍咱台湾古早土纸的做法，因为唔知影到底土纸的英文要安怎讲，所以我就用英文的字母将迄个土纸的发音甲写出来。伫迄阵甲想着讲，我会记哩古早捌看过用白话字落去写台语的这种写法，迄是因为我伫世代化工咧食头路的时阵。办公室有一个同事，伊是一个基督教徒，所以伊时常用白话字落去写一挂文章，还是写一挂批。我迄阵还阁唔知影白话字要安怎写，虽然捌听过讲有白话字这种物件，但是我家己无深入落去研究。自从我对美国转来，我就开始咧思考讲，安尼到底爱安怎才会当落去做一个。互电脑会当讲台语的软体，迄阵其实伫美国我有听过一挂用电脑落去讲话的软体，啊加一挂三不如，但是听起来的品质无讲足好，因为迄足像机器人咧讲，所以转来台湾了后，我就开始想讲到底爱安怎落去做，较有法度通做出一个会当读出自然声音的台语的软体。在1992年，因为在美国有学到 Multimedia 的技术，所以我就开始用我会晓写的 Quick Basic 的语言，想要落去做。不过，是要做的进程，我就考虑着讲，这个 program 的部分呢，一定要先有一个真好的计划，过去的经验，让我知影讲，若准备用其他的软体落去做，到尾啊，所冒的风险是真大。因为我要去美国以前，我有用到美国 Texas Instruments 的专家系统的工具，我就是用这个工具落去写一个专家系统。尾啊，我用这个落去写论文。但是伫美国想要甲因买一挂 runtime 的版本的授权的时阵，因甲我讲，这个软体已经无要继续做啊。因为安尼，我要将这个专家系统商品化的目标转并无去。所以我就决心要用我家己会晓写的 programming language 来去写这个台语的系统，因为伫美国大部分拢用 Apple 的系统，台湾差不多拢用 IBM PC 的电脑。所以呢，我先将迄个 multimedia 的技术用 QuickBase 落去做。伫 DOS 的系统，我真早就落去做一个 database 的软体，会当管理一挂资料。啊，甲将迄个文书处理和 database 甲夹起来，这个工具做差不多3天左右，然后我才落去用这个工具，啊，甲 Texas Instruments 的 Personal Consultant Plus 落去做一个教学用的专家系统。我伫电脑的杂志
内底有发表一寡文章来讲到发展这个软体的过程。1992年，我就开始先思考讲，要怎将以前写的专家系统直接用 Quick Basic 入去定写。所以在迄几冬呢，我就入去做一寡 Multimedia 的产品。我开始在做的时阵吼，就是伫个 DOS 的系统内底慢慢啊拍字。慢慢啊，收集一寡相片、一寡音乐。阮家古早有真侪78转的刻盘，78转的刻盘，因为杂音真侪，但是我有哪想办法，甲转做电脑会当用的物件。因为 Multimedia 需要的就是文字、声音、影像、啊甲电影，啊这四种啊，甲合作伙，伫当时的电脑设备需要的爱。真紧的 CPU 来处理。在1992年到1996年迄中间，刚好 Microsoft 一开始咧发行 Windows 的系统，但是上盖在 Windows 的系统还阁无真好用，不管是速度还是伫迄个品质，拢对 Apple 这间公司的 Macintosh 袂对。1992年，我有哪个用 DOS 的系统？但是我伫个多数个系统内底，我就会当设计一寡处理影像个技术。迄阵伫台湾中文个系统，拢是用迄个语天个中文个系统，但是伊个中文个是用15×16个点数落去表示。虽然伊有哪有24×24个字形，但是迄是 printer 咧用个。啊，若准讲你要上电脑内底落去表示。24×24的字形，你就要用拍落去做，才有法度通伫电脑内底表现出来。这毋是一般的使用者，大家拢会当有的设备。所以我伫咧将专家系统要甲改做我家己写的程式的时阵呢，我就拄着一寡困难。迄、那个困难就是爱将 printer 顶面的字形落去甲分析出来了后。再来个转做24×24的字形，啊，则当电脑顶面一字一字安尼甲放。当时咧做这个物件，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讲爱着去做一个 Multimedia 的 editing system， 就是会当编辑 Multimedia 的工具。伫当时遮个工具呢，拢足歹有现成的物通好用，所以我一方面收集资料，一方面就开始落去用 Quick Basic 落去写一寡工具。遮工具一个一个完成了后，我就开始落去做和台湾有一寡相关的文化的工作。首先就是去买一台迄个索尼的 Hi8 的录影机，伫个差不多1980年的时阵。迄阵我要伫台中第三福州发电厂咧食头路，我伫遐搭是做主办机械工程师，因为有真侪机会会当和美国贝泰公司这间工程公司的工程师做伙讨论问题。应该是1981年的时阵，有一挂工程顾问，因就开始咧用迄个 Apple II 的电脑。我虽然伫1970年我就开始学电脑，毋过。迄阵台北工专的电脑是比较较小台，迄个 IBM 1130的系统。但是伫1971年的时阵，民国60年，我去台湾大学电机研究所读迄个第一期，差不多我2个月的电脑的迄个工时班，顶内底就用着 CDC 3150的系统，哦，迄台电脑就叫做大台。不过不管安怎讲呢，你使用电脑的时候根本都看袂着电脑。我唯一会当看到电脑的时阵，是伫台北工专打买电脑，啊，拄仔咧拆箱啊安装的时阵，啊，我拄仔互我看到，我当时遐台，较知影讲啊，原来电脑是生做安尼。我迄阵的电脑足大台的啦，现在一台较胖起啦，还是一台中央的处理机啦，迄、那个新专有你做遐，好拢足大件的啦，拢平桌啊，佮较大台的。去伫美国咧读册时阵，大电脑虽然有哪看无着，但是至少呢已经有足侪 PC 啦、Macintosh 啦，有足侪迄个个人的电脑吼、哦，啊 ，printer 啦，哈、哦、，monitor 啊，佮用迄种 CRT 的电子管，但是已经会当互使用者会当开始操作啊。
在台台咧读电脑写程序嘅时阵，实在是足伤脑筋咧。迄阵用迄个火车甲科目这两种语言来写，拢爱先写喺纸里，啊纸啊，较写字吼，中心内底诶人落去拍卡，啊拍卡拍了，你著阁家己对。你迄阵用迄个 IBM 80+迄个卡，拍唔对著阁重拍。啊，即摆拢入去互电脑去走。啊，就爱拢写无唔对，吼、哦，那拢无唔对，三万块会当出来。但是到我伫第三辅助发展厂的时阵，已经有个人的电脑。迄阵迄个 Apple Two 吼、哦，以即马电脑来讲，实在是敢那七头米安尼。唔过对我来讲，吼、哦，迄、那个敢那宝贝咧，因为伊会当用迄种新的 Basic Language 直接落去写 Program， 所以。我迄阵用 Apple Two 呢，就会当将迄个足复杂的数学的迄个计算写程序落去甲解决。我会记哩吼，我捌找一个朋友，请一个人做伊请吼接收器的来这咧计算迄个印刷电路的迄个跨度的迄个能体，啊，就是用 Apple Software 的 Basic Language 落去写。因为以前捌学过火车，所以 Basic Language 呢，我呢就容易的会晓落去写。我以后所学的 Basic Language， 包括 True Basic 啦，还是 Quick Basic 啦，还是迄个 IBM 的 PC Basic 啦，哦，至到尾啊 Visual Basic， 差不多拢是家己自修而来。啊，即台迄个 Apple Two 呢，大部分是拢用来咧拍 game 啦，哦，因为迄阵我后生啊已经。出事啊！两三回，我就开始咧吼用 Apple Two 咧拍电脑的 game。过无偌久呢，咱台湾就开始有这个红旗这间公司开始出迄种叫做小教授的电脑。啊，尾啊吼，搁一个改良，到尾啊就有迄个 PCST 出来。这中间呢，当然有哪有真济无同阶段的个人电脑出现啦。不过变化拢足紧，所以有的电脑吼，我刚才用前两遍了，啊，即马就阁有新的，啊，新的电脑出来，到迄个 PCST， 我就转走去买一台迄个二手的 PCST， 啊，放咧处理，啊，我就用迄台电脑咧来设计 Word Processor。我家己写一个 Word Processor， 因为迄阵市面上拢无现成的软体通好用啦。伫我咧读电脑的初期呢，电脑的 program 拢爱家己写，所以使用者兼咧写迄个 program， 所以我开始落去写 Word Processor。啊 ，Word Processor 咧写的时阵是根据 Apple 的迄三本册落去读了后，开始上电脑来滴慢慢啊试。试看要安那输入迄个字母，啊安那甲夹起来，上尾啊要安那去做迄个 carriage return。实在讲啊吼，迄阵做诶迄个软体吼，讲起来足复杂啦。啊，毋过吼，你若无经过迄个阶段，你根本无法度人知影要安那互迄个功能出现吼。等那到 Word Processor 做了，因为迄个拍出来诶物件，拢一个档案一个档案，想办法要甲将这资料落去甲处理呢，变成爱有一个做一个像资料库啦，这种 database 体。我会记得在美国七十几年，也是1984年，迄阵美国开始有呐，有一挂迄个应用诶程序出来，比如讲 database， 伊就有迄个 DB two、DB three。DB4 这种软体，我伫迄阵呢无做甲遐复杂，我做一个足简单的 database， 但是虽然是简单，我那也当做迄个 random access key 的资料库，不但会当做资料的编辑，比如讲增加迄个 key 啦，还是将迄个 key 甲提掉啦，然后还是修改啦吼，种种只基本的功能吼，拢是有啦，啊，佮含迄个 Word Processor 连做伙吼。所以咧输入啦吼，也是咧处理资料吼，速度有呐相当的紧。所以我转将这个物件起来做功夫，慢慢啊转落去做迄个 Multimedia 吼，诶一挂 data 的部分啦吼，就用我家己发展的这个软体吼夹起来。这中间我有呐有出版这个 database， 我甲合作吼 ABC 资料的管理系统吼，但是。讲起来吼，这种物件啦吼，伊的实用性无真高啦，因为第一站电脑的进步吼，已经开始吼速度加足紧啦，所以你写一个软体了后，唔免偌久，连伊都有新的软体出来。
所以要商品化这米实在是风险真大，所以我专用这个工具吼，提来改良这个系统，可以变作会当来去建立迄个猫的名字。因为到1996年，电脑啊已经用到迄个偏腾的系统，我速度吼继续紧，啊，迄个 graphic 多型吼，迄个卡吼啊已经啊出现啦，所以伊咧处理多型加处理文字的速度，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准。我对台湾文化那真有趣味，迄中间有那写真侪文章，所以伫1996年吼，我就开始从收集的遐资料啦，开始就去出吼、哦。我搁买一台索尼的录音机了，有时间就车驶咧啊，去台南市的附近吼、哦、去录音，譬如讲去盐埕啦，去录迄个人咧做盐吼，啊个迄个日头要落山吼、哦，是去公园内底翕一挂莲花啦吼、哦，去看人咧做迄个藤人啊啦，来做状元粿啦。你做蚵仔煎啦，吼，啊，安那做毛笔，我拢想尽办法甲录影起来，啊，像孔子庙啦，是迄款台湾吼，伫家里附近吼，有真侪煎粮、甲高级草吼、高级烧的迄个艺术品啦，吼，拢去甲录影，啊，走去迄个头城三更半暝去录边坡族的夜祭啦，吼，啊，遮吼拢会当摕来做猫咪面子啊，诶。所在啊，累积几下当了后，我就开始甲夹做伙啊，开始就去做。做起来了后，我见哦，有那真成功啊！虽然是伫豆子顶面，不过迄阵的豆子吼，比较比较歹操作个。你若要做这种包体面皮吼，首先拢爱个买一挂较特殊的卡，啊，就爱个知影安那去设定。伫豆子的时代吼，使用者个停留伫迄种需要对电脑较了解的人，较有法度通去操作啊。所以我做迄个 Multimedia 做出来了后，我就开始咧找机会讲吼，安尼爱找一个迄种会当实际上吼来去做的目标啊。吼，啊拄啊好，我去参加台语营，伫迄个南昆新迄个五王庙遐。故事啊，台语名来这，我请台南的一个音乐家里面的朴树去演讲。伊其实吼，我真早就捌伊，因为伊是我读台南市中的音乐老师。伊音乐教一两年了后，就去德国留学，所以过来吼，含林老师就较无咧联络。但是伫台语名，伊去演讲的时候，伊讲到啥呢？讲到伊去纽约区的迄个林肯森塔去遐大开音乐会的情形啦。因为伊对德国省来了，伊就是在南吼开幼稚园嘛吼，啊伊也咧推动音乐教育啊。因为伊伫德国的时候吼，伊介绍吼啊，甲出版一挂咱台湾的民谣啦、囡仔歌啦吼，啊童谣啦这种这种物，啊省来台湾了，伊将迄个目的啦吼、目的啊。推动迄个奥尔夫的音乐教育吼，啊是伫台南文啊真出名，啊是台北啊拢有开音乐教室啊，啊屏东遐啊拢有，所以伊的音乐作品吼真侪，啊伊伫伊的幼稚园内底吼，啊甲音乐中心有哪有家己的儿童的乐团嘛，啊所以逐当幼稚园毕业或者是咧开音乐会吼，有足侪作品嘛，甚至办迄个国际音乐营吼、夏令营迄种啊，请。啊！咱台湾伫国际上真出名的音乐家吼，啊，甲麦奥林的迄个演奏家吼，当来做老师啊，落去录足侪迄个录音带。啊，伊家己本身吼，足早期伊有呐写诗嘛，出版真侪册。哦，所以我伫遐听伊咧演讲了啊，我就去找伊啊。我就甲自我介绍讲，我是伊在的学生，我伊也足欢喜，啊，就将迄个伊去。美国开音乐会录音带替我，我甲看看咧，就甲讲，我即卖咧研究迄个猫咪面子啊吼，啊你遮遮侪面，啊你过来画图，画真侪迄个宣传环保，有真侪人真趣味安尼啊，伊话开真侪摆个画展，嘛有卖一挂迄个图出去啦。我伊个作品吼，伊拢已经用迄个相片拢立起来的。林老师因妈妈。哦，有那画真济迄种树林的迄个图，啊，甲写一挂毛笔字。哦，伊啊物件，我买下去伊个音乐中心参观吼。哦，头发见讲，因内底有够侪拢会当落去做
Multimedia 迄个物件啦，所以吼，我昨下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讲吼，用你这物啦吼，来做一个 Multimedia。一张 CD 虽然无真普遍啦，但是吼、哦、已经渐渐有在用啦。我伫一张都已经吼、哦、开始买迄个索尼的迄个 CD 来烧 CD。我一张迄机器足贵的，一台3-4万块，啊，就搁买一台卡吼、哦、5-6千块安尼，较使会走啊。所以迄阵吼，为着要落去做这个 Multimedia 吼，伫1996年，我买一台 Pentium， 啊，佮学一挂需要吼的设备，比如讲要安怎将录音带吼，佮转做电脑来当读个 MP1G 的功能，需要一台迄个卡，迄、那个卡吼，吼、哦，有影足贵的，无迄台卡你就无法度通将录音带佮转过来，迄台卡差不多要5-6万。添一个电脑搁较贵啊，所以一套会当处理 Multimedia 的电脑吼、哦，加加起来拢10几万啊。我迄阵吼，我那惨惨的个喊落去啊，遐遐电视台湾吼，那开过了10万啊，搁爱搁买一罐软体啦吼、哦，因为你要处理迄个音乐、影像啊、甲电影吼、哦，你袂当讲无用软体啊，即个软体吼，咱也袂当逐项拢家己写啊，所以那阵有变的吼、哦。有人有迄种 shareware 啦吼，啊是甚至有迄个商业软体，较酷嘛是爱甲买啊。林老师吼、哦，有那将伊啊册册，不管是录音带，还是伊去日本录音的唱歌的迄个录音带，啊甲甲我家己收集的一挂资料啦吼，啊甲伊的册啦，我用差不多半天的时间来整理一下物啊，吼啊甲。替伊写一挂文章啦，介绍伊个迄个作品啦，吼、哦，啊，当然得个思考讲爱安那来制作这个 Multimedia 啊，我大概甲写一个计划可以看，啊，看看伊就感觉讲安尼也是会使试看卖啊，所以我就转开始就真正落去做啊，迄阵讲起来嘛，足冒险，因为我一方面要写迄个 program， 我爱去处理迄、那个。24乘24的字形，还阁写足侪工具吼，落去转啊。啊，转呢，对1996年吼、哦，开始写 program 啊，到即个林英杰的音乐的十转出版上个吼，安尼吼，拄啊足足差不多有2单元的时间，还阁从以前我做的迄个含台湾文化有关系的遐物件，有哪个？放落去，放落去了后吼，转变分作两块 CD， 一块是单纯的林明德老师伊的作品，啊，另外一种就是和台湾文化有关系，这两块 CD 吼，会使讲是我头一个 Multimedia 的迄个作品。所以 CD 完成了后，我也写一篇文章，将这个开发的过程在 PC Magazine 台湾版的杂志顶面发表。这东西吼，多时的版本来底啊，我的这个 Multimedia CD 吼，会使讲是头一个。我尾下才发现讲，在国外吼，虽然有一款 Multimedia 吼，的多时的版本，比如讲美国的 Encyclopedia 啦吼，百科全书啦，还是迄种咧介绍美术馆啦吼，还是因为吼做的技术，其实和我的 Multimedia 比较起来啦吼，因为就比较简单啦。我做的这个 Multimedia 吼，内底的功能非常复杂的，因为我的音乐的部分吼，会当重复落去 play 吼，啊，有那会当一条接一条，啊，我阁利用迄个音效的长度来控制，好也当主动落去播出来。安尼咱咧看的人吼，就唔免定咧，各位电脑头前怎样操作嘛？啊，而且我阁有迄个编辑的系统吼，比较会当卡有效率的吼，落去制作这种 Multimedia 的软体。所以我就去印一挂册出版啊，提供互人使用啊。啊嘛是有一两个人，敢若一两个人有趣味来甲我问啊，甲我买安尼。但是因为伫1996年到1998年迄中间吼，都是已经有一挂使用者吼，改起咧用迄个 Windows 的系统。因为 Windows 的系统自从 Windows 95过来吼，都加较好用啊。所以到1998年的时阵 ，Windows 做一个 Windows 98的版本。这个版本虽然是讲 Windows 98，但是伊有那是安个藏伫 DOS 的顶面，就是讲伊的基本也是 DOS 吼，有那爱先走迄个 DOS 的系统。
啊，但是我用罗修八就感觉讲，你操作我就已经可以啊，所以我是我用罗修八点名吼，我就有开始落去做多数的版本甲温柔的版本。迄当时要做毛巾面纸，爱想办法将人物的解释度提高啦。因为一般的相片吼，若无相当的解释度吼，你无法度通将迄个相片甲遐二十四乘二十四的字形吼，甲表现解释度一定爱一千空二十四吼，先七百六十八这种规格。啊，迄阵的咧画图的迄个卡吼，迄个雷会卡吼，已经也有，所以我就开始就去进行迄个绘图时吼。啊，转过来 ，Windows 98的这个工作，拄啊好，伫1998年吼、开始落去进行吼、因为迄阵 CD 已经来出版啦，林教授提起美国吼，加州阁开一边音乐会，啊，提起遐台分会入去迄个音乐会的遐咱台湾的乡亲，啊，因为迄伊提起的迄是多数的版本，啊，多数的版本吼、比较无遐好用。啊，我伫台湾吼，因为我本身咧操作电脑已经足有经验，啊咧安装啦咧创啥，咱拢熟悉个嘛。啊，我做吼，林老师看伊也足满意个，伊后来阮台湾呢，坐遐坐几啊点钟啊，一日咧看伊遐物啊，看甲安尼足欢喜个啊。结果摕去美国了，伊尾仔煞甲我反映讲，咱足济迄落伫美国个迄个大桥吼，遐咱台湾人吼，因拢毋知影迄个 CD 吼到底爱安那使用啦。啊，我先讲咧，你想讲，这其实嘛，无足奇怪啦，因为吼、一般人对电脑无遐熟啦，无遐熟，啊，而且 Windows 的系统其实嘛无遐好用啦。这个 CD 吼、我伫台湾我拢有送吼、几个朋友啦吼、其中一个是咧做台湾话吼、研究的，台语话是中文的正字的，一个王康敏。先生，伊吼，我摕迄个 CD 互伊，互伊虽然足欢喜，毋过伊有哪拢用袂出来，一直到差不多三四冬后，又一届打电话来讲，哦，你以前互我迄个 CD 哦，我即摆会当看啦，哦，内底内容安那安那，伊就足欢喜咧甲我讲。1998年，因为迄阵迄个非洲美食课吼，已经。进展到第五版啊，第六版啊，应该是第六版刚出来无偌久。因为我有甲 Microsoft 买足侪迄个软体啦，比如讲 PDF Basic 的上尾啊版呢，迄套 Basic 安尼差不多四五公斤重啊，从美国寄来台湾啊，用无偌久，迄 PDF 7.2算作 Basic 的第七版呢。迄个吼，敢若用落去改良我迄个 ABC 的编辑系统，吼，就是咧用迄个发展迄个 Multimedia 迄个编辑系统吼，敢若用着遐尔，无偌久伊就拢寄迄个每周的第一版、第二版的介绍的物件来互我看，我拢无想要落去做啦。到第四版我较开始落去用，用第四版了。我搁去买第五版，第五版就感觉较好用啦。啊，毋过到1998年吼，第六版出来，第六版就搁改良真济啦。伫美国是算作咧读研究所啦，所以站底下买真济软体拢有迄个学生的 discount， 拢加足俗个。但是1992年已经毕业吧，毕业我也袂当去用学生的身份去买软体嘛。啊，但是。因为到迄阵，阮后生已经咧读大学了，所以就先用阮后生的名去买教育班的每周买一个，两个做伙落去学。等到台语语音输出系统做好了后，再去甲 Microsoft 买商业用的版本。因为每周买一个和会客买一个，虽然伊 program 有一寡相同的所在，但是咧写 program 的方法哦，总是。也有一寡差别，所以我是1998年开始吼、来去学维修维修的5.0吼，啊个6.0的版本。学两三档了后，就差不多会当将我过去写的遐 program 吼、完全拢甲搬过来 Windows， 真顺利就甲搬过来。搬过来了后吼，遐工具啦，全部拢用这个 VB 落去顶写，写好了后来处理吼。就加速紧，规个系统吼拢较好操作。就安尼吼，因为做人民的这个专职吼，其实会使讲是我要写这个语音输出系统的一个试验对啦吼。
算作那个 pilot test， 因为我那阵的想法就是讲，拿这个 multimedia 系统做会成功，安尼吼，我做台语的事情吼，绝对无问题。安那讲的，因为音乐和语词拢是相同的物件，拢是用那个外国的档案吼啊，多用的部分啦吼，会使提来做那个 icon 吼，就是做那个 user friendly 的设计啦。就是讲吼，利用迄个 graphic user interface， 和迄个使用者会当取迄个图落去，啊，就是去进行一挂电脑的处理的动作，和咱即卖手机咧用的迄个物件，差不多拢相共。因为这个技术吼，大以我所知影吼 ，Microsoft 嘛是尾后才去用这個、啊 ，Apple 人愈较早，人 Apple 吼。真早就有迄个 graphic 个迄个 interface， 所以种种的这个技术啦吼，伫迄几年吼，进步拢足紧的吼。啊，我做迄个人民币个 multimedia 的专辑吼，我嘛用真侪迄个 icon 吼来去操作啊。啊，遐个物件吼，虽然是伫 DOS 顶面嘛吼，设计上较麻烦，但是我那会当运作。我含迄个 mouse 的迄个 cursor 我都家己设计啊，像迄手的迄个 cursor。嘛是家己画啊，不然我全部转过去 Windows 98，迄条拢唔免啊，迄人拢设计变的点的吼，啊，但是只 icon 啦吼，嘛是拢会当用，所以伫我的软体内底，差不多拢相共遐 icon 代表相共的动作啊，所以我伫1998年了吼，我就开始迄个要安那落去做台语语音的输出。1998年到公元2000年迄中间吼，这个语音输出系统吼，我就头头啊开始落去写。迄阵含台语的字典都有够少的吼，我所讲的台语的字典是咧讲电子的台语字典啦。当然，一般书类的台语字典，从19世纪迄阵都已经拢有啊，有一挂罗马字吼的字典啊，已经都拢有啊啊。问题就是讲，迄站吼，你要从台语甲转做电脑会当用的电子档案吼，实在是无法度啦。我伫美国读册时阵，因的英文学习啊，软体都已经足好啊，所以会当从迄个一般吼出版的册吼，随甲转做电脑的 file。但是咱台语一点仔办法都无法度，因为过去迄大部分拢白话字啦吼。较早期的迄个，拢白话字的字典啊，白话字的文章，白话字的物件吼，拢都要电拍啊，电拍吼，嘛无一个统一的去注册系统。伫1990年迄阵吼，会使讲是台湾的迄个台语书写系统的建国时代啊。吼、哦，大家人拢要做台语的书写系统，啊，一人拢一套，啊，大家拢讲伊的上好，啊，结果还是我。我吼无法度通去找一套迄个标准的书写系统出来，尾也不得已啊，只好用迄个 POJ， 因为 POJ 白话字算得较普遍啦，吼、哦。啊，尾啊，伫公元2000年的时阵，因为我有做迄个人民币的音乐专辑了啊，有真侪人有看到遐物啦，吼、哦。其中有一位成功大学退休的林教授，伊有做一套迄个台语的现代文啦，吼、哦。有一天伊打电话给我，问我讲敢会当用现代文落去做台语的语音输出。伊迄个现代文吼、哦、是全部拢用英文的字母啦吼落去写，啊，敢若有一音吼、哦，咱台语的 “a” 的音吼、哦、是用迄个北欧的字母啦吼落去做啦。因为安尼吼，我就袂当用迄个 ASCII 口落去做迄个系统。啊，伊就讲啊，无用零落去甲代替咱台湾话 “a” 的音吼，转用迄个数字电脑数字的迄个零啦，吼啊，落去代表安尼，啊安尼吼，就会当落去拍字，我就开始豆豆啊落去拍字吼，啊，因为林教授伊有出版一本足细本的，差不多15000字的字典，我转用迄本吼，一字一字安尼落去拍吼，啊个从中文啊拍字安尼。哦，那拍足久的啦，拍足久，拍到我搁落去录音，录差不多2000字的音了后吼，啊，就落去试嘛，吼，落去试迄个台语的现代文语音输出。我试起了，发现讲，用 multimedia 迄个软体吼，落去修改语音输出系统，转过了后，哦，拢会当用啦，就一个音接一个音安尼吼，啊，听起来有呢，听有，啊，搁而且搁是我家己的录音嘛。林教授咧甲我讲，
伊和成功大学的学生合作做这个系统做足久啊，拢无啥物进展。我做两千字了后，会当读一两篇啊固定的文章啦，我就摕去做互看，伊惊一条啊，吼、哦，伊就讲啊，你顶个一日一日拍。伊较甲我讲，伊古早拢用倒数个电脑来去拍字个啦，所以伊全将迄个一万五千字个迄、那个迄档案摕互我，啊，伊摕互我，迄时阵我都已经拢拍好啊，啊，加了足侪时间啦。落山。坐牛车，坐牛车，下晡时真笑情，日头落山风微微，草犁牛须炸成冰，市内人惊歹势，虽然天暗路头远，想要坐车毋敢问，庄卡兄好做伙。知影咱遮想啥货，车票免摕，紧来坐。老水牛足拍拼，透早驶犁暗拖车，人客娱乐慢慢行。下晡时真笑情，日头，太阳，日头。
每日拢入去灶卡几那摆。